新木村包括上危险的八零到十一零，400人也未完成撤离。新义乡防灾应变中心今仔提出最后强制撤离命令。新木村长曾贵南带领警消准备前往撤离，却伫新木村入口处，甲警消人员针对强制撤离是毋是适当发生争论。撤离就是相关所民政科的警长安置是黑社会科，你看叫我一个队副，咱来着。啊，我是地方爱选票呢。你讲诶，我退了服务无去，但是这强制性无同啊你。我们内防台中心成立就是防台中心，你爱下达命令，我是配合执行单位啊，对不？啊，你拢已经迄落啊啦，没有一个共识的。双方经过一番协调，最后先转往位置新中环公路边的部落进行强制撤离行动。请各位把重要东西拿一拿。那、现在如果大家尽量配合，如果不配合的话，我们会依消防法再次开罚。不过，这个动作却引来当地住户不满。除了这些居民部分是公所核准、老朽的民众以外，其他也有不少是根本无接到撤离通知的居民。我请你们先离开，因为我们刚刚只是搞清楚，然后都他们都跟我们讲不懂，你跟队长问一下。好，因为我们无了解。好，对啊，你这个不危险吗？好，危险的，知影好走，尽量拢走啊，安全的。都会注意啦。啊，现在你若即摆若要求恁一定爱撤离，恁敢要走？咱若禁令强制，咱有无大问题是？咱若撤离要回来，是毋是够较麻烦？由船长甲警方对撤离命令进行产生争论，到强制新中环公路变自行撤离，最后竟然发现自头到尾全部是错误。那村长，你现在是觉得全撤有问题吗？我跟你讲，住在安全的地方，你为什么还要撤呢？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跟村长这边的冲突？我们这边没问题啊，是村长他们去开会之后，到底他们今天要怎么撤，连村长都没有办法决定啊。今天是针对新木八到十二这个四零内底，其中有一个讲唔出去的，我要入去了解。强制撤离的是四零，甲迄个即马较溪边的吼，我同福市溪边遮的人，啊，其他将近160个留伫遮，迄是安全的所在，所以讲迄度无撤离的迄个问题伫底啊。只是单纯针对一位民众准备强制撤离执行任务的大队人马，竟然认错两摆，不但对象唔对，无需要撤离的嘛莫名其妙被撤离。新木村实际也未撤离的只剩100多位，数字嘛拢唔对。信义乡整个防灾应变的联系甲命令传达，拢伫遮出现重大缺失。记者王昭成采访报道。